Nice。嗨，大家，我是小姚。今天本来想拍早市的，但是早上我没有起来，然后今天又下了一天的雨。今天带你们去逛夜市，给你们看看东北这边正常的夜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钱。因为我上次拍的那个彩电塔夜市，大家都说，哎呀，好贵呀，好贵呀。可能那个夜市就是有点偏商业化，比较贵。今天就带你们拍一个平价的正常的一个夜市，看我们50块钱能买到什么东西。10块钱一堆，10块钱五个，这个是10块钱四个，它好大一个啊，我要一堆。看看这个西瓜9.99一斤，凉菜怎么卖呀？10块钱一盘。10块钱一盘，这里面都是什么呀？这个是周董竹根的猪耳朵，这个是半斤猪肝，这个是周董竹根的。猪肚是什么？猪肚竹根，竹根挨着猪肚那块的竹根。竹根。嗯。哦哦哦，那我要一盘那个。这个大饼子也老好吃了，但我今天不想吃大饼子，我想吃火烧。它都是1块钱一张好像。啊，没有啦，卖完了。那我们就在这里买点面食吧。哇，这个面食好多呀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啊，这个是大米小米，对，完了一个红豆，完了一个夹的甜豆。啊，我要一点这个。OK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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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煎饼怎么卖呀、啊？6块钱一张，来，就来半张，再来一张。这个就是半张。哦哦，这个是一张。哇，一张那么大呀？啊，行行，6块几啊？哦，看看这个蓝莓，2斤15元。再买点杂货。这个是怎么卖啊？我要一个这个。最后一站，麻辣烫，麻辣烫。咱们家串子8毛钱一串呀、啊。对。我现在花了40.2，还剩9.8，选9.8的菜。这都是8毛钱一串是吗？对。好嘞。这个是什么呀？你现在看多少钱了？我不能超。6.4。那你想不想吃面吧？你想吃面？那你再拿个面，拿个这个面吧。这是10块最多点的，给你了就行。哦，行，谢谢姐。把你的腿擦一擦。把我腿擦一下。撞死我了！今天下雨了，真是丢人丢到外面去了。你叫啥？你是老奶奶吧？我不是。你原来搁农大上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上大学在农大。这个是什么呀？孜然。孜然是不是撒进去挺好吃的？少撒点，放点糖，糖是灵魂。哎呀，有点多呀，好像。没事，倒进去吧。太可爱了，你这。那也是灵魂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豆皮酱，专门。再放点麻酱。嗯。拌一拌。OK 啦，我的麻辣烫也好了。看，这碗是9.8，正好凑够50块钱。我先吃口麻辣烫。我给你看看我现在的位置，这个板凳就是在这个街边，然后来来往往的都会向我行注目礼。麻辣烫，吃一口麻辣烫。嗯，好吃。嗯。就是它那个味道特别的突出，非常好吃。有没有发现我今天有点不太一样？油条。嗯，你们吃麻辣烫喜欢加什么东西？快告诉我。大鸡腿14块钱，是按斤称的。这个鸡腿真的好大，对着我的脸。嗯，老好吃了，就是皮不怎么酥了。忘了带纸了，已经没有预算了，就不去买纸了。你们多多点赞投币，然后我不是有钱去买纸了吗？不是吃的不邋遢了吗？他说是用6盒面做的，特别的黏，看，黄黄的，
感觉像是米糊烙的一样。这个糯糯的，好吃。掉了一块肉，但是不能捡，因为地上有泥巴和雨水，今天下雨了。我要吃这个，这一兜10块钱，里面就是这些。嗯，好吃，脆脆的。这个好吃的，觉得要是来一瓶小麦果汁的话，非常的 nice。不过我正好买了一个金饼。这是半张金饼，是3块钱，贵吗？把这个菜卷上去。其实我买这个菜，本来想配那个火勺，但是吧，那个火勺它已经卖完了。这叫什么？嫩猪小方。嗯。里面加了还有洋葱、苦菊，还有蒜。嗯，这个菜太适合小麦果汁了。没钱了，找着了留一点钱买小麦果汁。这个饼啊，然后也是靠在这边，他卖的种类可多了。这个卷的菜呀、啊，是那个卖锅包肉的旁边，他们卖的那个是10块钱一盘子。现场推销，嗯，油乎乎的，太费腮帮子了。把剩下的饼泡在这个汤里，就觉得可能很好吃。他家这个汤蘸雪里也好吃。你们在家吃火龙果都是怎么吃？跟你们分享一个我平时吃火龙果的方法。我感觉这样吃火龙果老爽了。突然觉得这个很像那个小丑，演马戏团的那个小丑。哦，今天吃了真苦。给你们这个吃，不买的多、啊，你看，我两个，你们两个两个，可好吃了，甜甜的。我吃饱了，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视频的话，不要忘了给小妖一个一键三连支持一下哦，拜拜。